我打三眼了，打三眼，看着打吧，好嘞。我打三眼了，他能听吗？说深一点，咋了？嗯。是在焦点上吗？哦，看见了。不会是太窝里边。 想倒到那个弯弯的那个地方。 它这是什么原理呢？不起泡啊？一直让它起泡。啊？转到那边来。其实你就算不让它太啥。它也起泡。你在木这儿它也起泡过，肯定。对，不是。是吧？打完之后不行，不是打完之后它起泡了。